是我想要生老二。怎么你没老二啊？就一个女孩要生二胎，你就说是要生二胎，我想要生第二胎，要说生老二，生儿子还是女儿？女儿，女儿，我教你好不好？好好好。你是说来我们家示范？当你要生儿子的时候，时辰要对哦，老师对不对？时辰对啊，时辰打到11点11下的时候，赶快东西就要拿出来了。哇，现在12下的时候，赶快搂头就弄它。这段能播吗？没有，这个太深。就这样子啦，我经常在讲哦，机会在左手，是啊，命运在右手，对，努力在双手，听不听？好，我们有时候命中是有注定的，嗯，那我们可以宿命，但是我们不能甘愿于宿命，宿命那就水存存来解决了。今天两位老师，两位大师来哈，谢元景老师，算是命理界。忠厚老实啊，对，是是是，他这个有话直说。难道命理界还有不忠厚有那种不 OK 的吗？不 OK， 还有张维忠，我都忘记有这一咖了。一支曲好累，还硬动弄对对。对，他也是国师级的。那另外一位，我们这个命理界算是长最漂亮的，太漂亮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大家看到，单单看外貌他就得分了，加分。谢元景老师，不是啦，木木老师在准备了。木木一定要站起来。马力哦。就看你 ，OK， 就看你了，好不好？就看我什么？好好看，因为他的事情也是大家都想关心。是，到底他有什么问题？请他娓娓道来。也就是，我今年2月之后，这个工作运呢，就很明显的开始进入一个微微的下坡。哦，对，然后真的吗？我觉得一直看到你，没有一个质量很大的戏，所谓的大的集数多的戏来进账。是不是什么所谓的金钟魔咒？你已经成功，你就在一个杀青级事业里面，就是顺利带到他得过金钟奖。对对，那你看杀青级事业今天又来录节目，对一个通告。现在能够上的通告，蔡阿炮，人家随便你金钟奖至少5、6座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我就是输给他的啊。哦，坐在旁边啊，哇，喂，哇塞，没有。然后就是我记恨到现在，要输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要生老二，怎么你没老二啊？就一个女孩要生二胎，你就说是要生二胎，想要生第二胎，要说生老二啊？怎么会写说我想要生老二呀？有老二只是想要生老二。然后呢，就是因为啦，我的年纪也到了。哦，然后就是可能在这个房事上面啊，也不是很力不从心了。哎，对，然后最近眼睛也常常浊混浊，体力上也有明显的衰退。我那个弟妹都跟我讲了，说宪哥马里奥现在都不行了。我说怎么了？那每次都是跟邮差一样。我说怎么了？门口一丢他就走了。那我希望不要倒一啊！哦，拍前面的。我希望啊，老师帮我算一下，就是我有没有老二的命？女儿，我希望是女儿。马哥的话呢，其实在今年年底呢，年底前都还是有蛮多的机会的。我觉得马哥你不要太过灰心或是太过沮丧，因为其实你今年是贵人运还蛮不错的哦，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。哦，会被关。哦，你应该可能还不会吧？关关过，关关过，关过。我会建议马哥可以多寻求一些外界的一些协助啊，可能宪哥要生老二，要寻求外界的协助，就是工作上、工作、事业、事业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呢，像是马哥的话，如果要生老二的话呢，首先我会建议马哥要先把身体调养好，因为马哥刚刚有提到他的眼睛开始会勒勒，勒勒，勒勒，对，肾气不足，对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的肝胆免疫系统也要特别的保健，因为肝开窍于目，这个眼睛的目，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你的免疫系统，不能太过操劳，也不能太过晚睡，这样才有机会生老二。你要生儿子还是女儿？女儿，我教你好不好？好好好。你是说来我们家示范？没有，老师在。OK， 好，我现在讲给你听。好，第一个。当你要生儿子的时候，时辰要对哦，老师对不对？还要看时辰，要时辰。真的，当当地叠12点叠啪当当当，晚上打到11点11下的时候，
赶快东西就要拿出来了。哇，现在第十二架的时候，赶快。你是说要抓的那么准？凌晨十二点，对对对对，就是当第十二下敲下去的时候，二话不说，搂头就弄他，搂头，搂什么？你不要像过门一样一丢就走人，嘿，不要。当丢完之后，嘿，二话不说，两个腿把你老婆两个腿抓起来，抽签。捅一捅，这个我刚刚真的假的啦？这段能播吗？没有，这个太深了啦。雷把就说代表，反正要把身体先挑代表自己。没有你如果这样的，好不好？一点点都不能漏失掉。OK， 不要怕上体哦，我保证绝对胜的日子哦。可以给我说，麦克拽了，麦克动。好，来谢老师。这个部分到下半年度，尤其是到年底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你开始又会有一波新的开始往上。哎呦，所以现在只是刚好在起伏的一个过渡期，沉潜一下，不用太累。那最后一个就是想要生小孩这个问题，其实你的八字，我有没有这个命？你的头一胎一定是女儿。这次本来你八字很明显哦，不，这我没有看新闻，有我，而且我们看过本人就知道是女的，因为他新闻弄不下来。他八字里头有个叫伤官哦，伤官头胎是生女儿，但是他如果要生第二胎，他基本上就有可能生儿子。那也没关系，也没关系，只要健康就好。把握今年秋天哦，今年秋天对你来说九月哦，就起秋的时候，起秋的时候。所以，但是如果今年秋天没有把握住的话，近五年内比较少，好难啊！秋天他那个现在越来越稀了。没有，其实我跟我老婆稀到比尿液还稀，哪有那么稀啊？稀了。其实我老婆她有说，她说今年我们要是再没有就放弃了，好，对对，就今年秋天。我告诉你，我送你们两个去那个帕塔亚去住个三天，哇，就会中了，四天三夜。你之前也是在那边种的，是啊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都是讲过去就种。哦哦 ，OK， 那我知道了，好吧？秋天换个环境呐 ，OK 了，换个环境，换个心情，换个姿势，再来一次哈。谢谢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两位老师判断他是出事还是出运呢？马哥，完了，一定不好。哎呦，哇，这样子了，请出事。刚刚讲的都不错，我是说不错吗？刚讲成那样，就最后是出事。他想要坐离你近一点，哎，麻烦。不是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最后小小补充一下，马哥呢，在大后年的时候呢，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功败垂成的状况。对，有一些哎，好像好不容易准备好的事情，或是以前的问题被拿出来放大。回想一下，回想一下，所以也有可能是在当下，就是可能背黑锅啊，然后或是为了朋友，然后但是就是可能两肋插刀，可是反而被人家就是哦，有帮人家做保，被害没有？对，就是这两年后啦，两年后要比较特别特别注意啦，好不好？要去吧，预防胜于治疗，去吧去吧。走的不甘愿，出哇，好可怕，好沉重哦，一直在想，好恐怖。好了好了，过了询问期了，再问就要加钱了，加钱。